嗨，大家好，我是 Anson Bean。 我们今天就来到去拍 One Dance 的 MV， 曲就是我和 Jamie 写的，词就是陈永谦，编就是 Tony Why Not， 然后监就是 Randy Chow。 想借这首歌呢去讲，就是我觉得我在成长的过程，还有去做这支 album 的过程，其实我是有很多时候都很困惑，很迷失，不知道怎样去做不同的事，就是音乐啊，对 fans 啊，对家人啊，对身边的人啊，因为我觉得入行到现在都是很多东西都是一些很 fresh 的东西，是不太懂处理。咁呢一首歌亦都係一個類似一個道歉，去同大家講 ，OK， 我呢一段時間係迷失啦，咁都仲係揾緊方法去做好啲，咁希望大家可以原諒我，然後俾一次機會我去接受一個新嘅我咯。咁去呢一首歌係一個 ending， 一個 summary， 一個 conclusion of 呢一個 album， 然後就去迎接下一個階段嘅我。其實個 MV 一開場咧，就會見到好多我舊嘅 MV 嘅畫面啦，咁亦都係好似我回顧翻呢一段時期。我怎樣去反省，然後就拿著支 spear， 將以前的自己就打破它。其實是有一點跟 impatient， 你當是一個連下來的，因為 impatient 其實是說我很心急地將包袱除下來，我今次就真的很赤裸地將一些 personal 的東西去跟大家說，同時間就是將自己一些心聲，然後畫面上我都第一次這樣去我 train 到最好的身形，咁啊真係第一次咁樣赤裸地咁去見大家咯，係啦，係呢個 shout out to David 啦，咁啊一路做 gym 嘅時候咧，就一路去拍我啲骨。其實我影 album cover 嘅時候都已經係一路咁樣去整緊㗎啦，係咯，我嗰段時間都有盡量食乾啲咁啊 ，keep 住 protein 咁一路 bulk。咁其實我如果睇翻 InBody 咧，我三月開始都一路咁樣嘅，不過我就冇瞄住呢一個 project 咁樣做嘅，我只不過我係覺得今年我點樣都會盡量去做好個身形，咁啊盡量食好啲，咁啊盡量操多啲，咁啊去到臨尾呢一兩個星期，我就開始食翻好啲，然後最尾呢個禮拜咧就開始頭五日就 cut 曬啲 carbs， 咁啊去到最尾呢兩日就 cut 水，咁啊去到最後而家就狂 pump 咯。由呢一個禮拜我唔食得 carbs 嘅時候咧，咁因為出面其實嗌外賣或者係買咧好多都係有鹽啊，因為其實我除咗戒 carbs 再加埋鹽，所以呢個禮拜我就開始煮嘢食啦。咁我發現煮嘢食咧都有煮嘢食嘅樂趣嘅。我第一餐係開緊 live， 我直頭開咗個 live 添啊。咁啊煮到好核突，好恐怖。咁咧第二日就工人姐姐嚟幫手，咁我就問佢其實點樣煮好啲咧？即係佢就話：，你要將啲即係當雞腿咧，你要烚咗佢先至再煎。咁我就學咗啲嘢。咁我覺得呢啲嘢都係慢慢嘅，即係我慢慢買咗個薯仔嗰啲批皮器啊。咁啊，慢慢有多啲鉸剪咧，咁可以可能一路煎緊嘢。呢個西蘭花太大喎，我剪細啲先。咁樣慢慢就越嚟越多架撐之後，就越嚟越易咯。咁啊，再係啦，咪再問下咁啊，可能問下女朋友啊。咁啊，佢話：你想唔想爆蒜啊？爆蒜啊？點爆啊？即係佢攞住個刀咁樣劈落去啊咁樣。咁我越聽越多 comment， 我就越想學咯，係啦。咁啊，慢慢再上網查下咁啊，而家好似 OK 嘅。然後啊，盡量減少食薯片啊、炸嘢啦、咁啊甜嘢啦，咁啊最辛苦係呢個禮拜咯，因為呢個禮拜係正常嘅嘢都唔食得啊嘛，即係頭五日係冇 carbs， 咁即係冇飯、冇薯仔、冇任何番薯啊、包啊，全部都唔食得嘅時候就好餓咯，係咯。但係原來餓都 OK 嘅，最辛苦係真係唔飲水咯。咁我今日開始，因為我會 keep 住操咧，咁我都可以飲翻多過琴日。但係前兩日冇水嘅時候咧，原來係真係幾辛苦，所以大家都真係要珍惜水啊！係我今日嘅裝束咧，咁就係阿 William 導演決定噶啦。咁佢又覺得好似因為我哋嘅主題係火啊，咁佢就想我少少曬窿咗、曬傷咗咁樣咧，所以有啲著斑。咁我塊面呢度都係紅啲嘅，好似啱啱曬完咁樣。同埋 shout out to 阿 Masa 啦，佢啊幫我 design 咗好多動作，咁係琴晚先 design 嘅，但我係覺得好緊要。我之前可能有時候 MV 都係 freestyle lip sync 咁樣啦，但係咁樣同佢傾一傾，哦，即當 God I gotta be a man， 原來我係可以，哦 God 係有時候你會諗一諗，可能你去到歌詞你會輕輕，我唔使真係望住上面。See this part.
It's kind of too much for me. So make sure you got boom, ta, just down, down, just all down, down, down. Yeah. 很多細位都可以微調去做得好啲咯。咁可能突然間有啲位置我想 freestyle 咁樣做幾下咁樣咧，咁我又覺得好似幾好。所以係有佢個幫助，都令到呢個 MV 加咗好多分。所以多謝好多成個 MV 嘅台前幕後去砌呢件事啦。